这个21世纪的穿越者竟能言出法随。鱼雷。朱大彪话音刚落，苍穹之上竟出现了浩瀚银河，天地间下起了造化仙雨。一旁的神仙都被吓哭了。小老弟别拦我，让我去死。张大牙肠子都悔青了，这个法宝明明是赝品，怎么到了朱大彪的手上就成了无上仙器？3000仙石，我居然贱卖了一个至宝，他喵的小丑竟是我自己，我真的要跳下去了，你们可千万别拦我。你倒是跳啊。我真的跳了。要不要我帮你一把？求求你们了，把东西还给我吧，这可是我的传家之宝。老人家，你这就太不厚道了，卖出去的东西就像泼出去的水，哪里还有要回去的道理？6000仙石，我愿意出6000仙石赎回来。不行，至少要10亿。这样吧，等我们从混沌地回来，我可以考虑卖回去给你。你们要去混沌地？混沌地我熟了，我可以带你们去。老骗子，别吹牛了。实不相瞒，我就是在混沌地飞升仙界的。真的假的？我骗你们干嘛？我带你们去混沌地，你们就把至宝还给我。你先发个毒誓，我们就相信你。我张大牙对天发誓，如有欺骗两位，就活不过这一集。小冲冲，你先好好休息，我去打探一下你父皇的消息。葵花神石，夺天地之造化，祭出可秒一切。此神石为至阴之物，欲成其功，必先自宫。至阴之物，须自宫。我就说嘛，仙人赐下的东西，怎么就只这点威能？俗话说，物极必反，驾驭如此逆天之物，必定有所反噬或代价。我自横刀向天笑，去留肝胆两昆仑。不防而不笑。我且试试神石的威力。开开开开，你他喵的给我开，这不能吧？难道哥哥不够干净？不自宫也行，使用前大喊一声奥利给，草率了。他喵的玩呢？小冲冲，你父皇就关在里面。来者何人？竟敢闯我北海水牢？是你？小小弟静，这里没你说话的份，喊你家大人出来说话。木川，你找死！别拦我，木葵都不是我姐对手，你别不识抬举。故意编排一个姐姐来吓唬我，你觉得我当真那么好骗？奥利给！随着木川喊出咒语，神石散发出无上光芒，天地为之震动，强大的威压让人喘不过气。这块石头原来真的是法宝啊！先生言出法随，这也太厉害了！大胆，还不赶紧跪下磕头道歉？对，还不赶紧跪下磕头道歉？长老，您抽错人了吧？抽的就是你，我是让你下跪磕头道歉啊！啊，什么啊？还不赶紧跪下磕头？磨什么劲？赶紧带路去救我父皇！父老，你干什么？为什么带他过来？不想死的别拦路，赶紧放行！好大的胆子，你该不会是叛变了吧？奥利给！大胆！奥利给！父皇，我来晚了，而不孝啊！是你吗，钗儿？你没事就好。父皇，你受苦了，我一定要让木葵一脉付出代价。还愣着干什么？赶紧给我起锅烧油，我要请全族吃龙肉。上个茅房这么久，我还以为你掉茅坑了呢。行行行，别说话。你个老色胚，忒不要脸。先生，我们走吧。你先走，我要看着这个老人家，万一真掉厕所可就麻烦。这是谁呀？那么大的铺。绝念仙子。是风日下人心不古，光天化日竟当众洗澡，有本事上岸来让老夫窥个究竟。行行行，别那么大声。是谁？快跑！你别跟着我跑啊，分开跑，分开跑。可恶，我记住你了，蓝色破山的采花贼，追出仙界我也要抓到你。